来看一下左边。来这边，谢谢。来中间，中间，谢谢。还有没有这台？这台。好，两位这边这台，谢谢。宣扬。好可爱哦。其实我觉得朱宣阳不是不会讲话，哎，我觉得他是跟大家同时。好，来中间右边再一次哈。来，中间中间。他如果熟了之后，他的话其实不会比曾静华少。可以，有你哥们。好，哥们要怎么样？哥们，好，慢请慢请慢请。对对对对 ，OK OK， 谢谢，很好很好。对，看一下。互比互比。来中间看一下，中间，中间了吗？来中间这边，这边。好，左边再看一下。好，左边。OK， 你们要不要来两个来个捧脸如何？捧脸。捧脸啊，荧幕 CP 捧脸，互捧脸，好，捧脸捧脸，好，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捧石膏吗？他们就是这样啊，锵锵的，有个可爱。来，两位去中间，中间。好，来中间，中间，捧脸，捧脸哦。脸贴脸可以吗？可以。哎，你们，哎，这不是一个 BL 剧好吗？对望是吧？对望，对，可以，可以，可以。你要笑得开。三看一下。那个公司的经理真的很喜欢那个，有一些 BL 剧的戏嘛。来左边。好，来。小朱，你等一下真的要多讲一点话，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其实我觉得在节目上表现蛮好的，虽然我不知道说这个记忆卡浪费这么多了。中间再一次。好，这个谢谢。好，手插口太简单了，靠直接在背板可以靠吗？可以，没问题，你可以靠背板。好，我们既然前面拍照，我们待会先把长官 Q 上来拍照，然后再跟两位再好好聊哈。好，来换曾静华。而且其实两位在这个节目当中都各自其实有跟制作单位列出一些他们想要挑战的事情哦。我刚刚在私下问曾静华说，你觉得在这里面节目里面做最爽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去蓝屿，他觉得蛮开心的，然后也有挑战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好，视线右边这位大哥，挥个手好吗？好，挥一下手。韩国明星都现在都流行只有挥手了，对吗？好、哦，还有这种对不对？他不管，对啊，好，可以可以可以，这是他们喜欢。你看那个闪光灯的速度，就知道他们喜欢那个。来中间，中间。好。OK 吗？好，左边来，左边，他们喜欢比爱心的。好，可以可以，超可爱。好，来啊，两位二代比耶，好，在旁边比耶。好，可以可以可以。二呆嘛，对不对？其实这个耶是在讲二呆的。来中间中间。来中间中间，再几张。好，左边这里。左边左边。好的，好，在中间再一张，好不好？好，还有什么？就是每一句话要好好回答，超过五句以上。好，我先来问一下，你先看一下曾静华示范，好不好？来，我想问一下，这个节目在 opening 的时候，其实有问你们说，到底是谁先参加，谁才想参加？你们参加的动机是什么？制作单位问你们的时候。你是知道有小猪所以你想参加吗？一开始好像只问我自己的意愿、哦、然后后面得知他有参加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为什么？是你们本来就有参加吗？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个性其实跟我差很多，然后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些真的我没有的东西。嗯，对，然后我就觉得毕竟又相逢临近，然后又一样是演员，然后来参加这个实境节目，我自己也蛮想了解他，然后就互相学习。
然后 那时候其实前阵子一直在工作，没错，所以我觉得刚好透过一个这样子的实境节目去玩一玩挺好，让自己放松。你知道你刚刚回答这么完整，朱轩在旁边亲那个头上三条线，想说哇，他刚有没有讲超过50句？来，那小朱你为什么会想参那个节目？是因为只是想放空、想放松，就如同在花絮里面讲的吗？那是表面话。所以你都在做做场面就对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第一层是这样想，第一层是这样想。后面其实我原本没有要参加这个节目，对，就是我原本就觉得，哎，因为我想很久了，就觉得时间节目还是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太多了。太多了。可是可以做自己不是很好吗？因为对我来说，我有一个一层墙壁在，我没有办法。哪一种墙壁？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自己。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平常会筑一层墙壁的人是吗？比较会。就是我就没有想说要参加这个节目。我就是没有要这个意愿。对，那最后为什么答应呢？最后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对吧？然后我就回去又想了一下。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记忆卡会弄掉两张，对不对？没有，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好，我要大力称赞你，你真的很给我面子。上一次另外一个主持人问你，真的只有讲两个字，哎，我如果是他，我真的会回家哭，哎。好好，继续，请继续。我怕讲错话。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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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可以侃侃而谈。不会啊。所以后来你在聚会的时候，他问你说你怎么没去，然后你就觉得。我就觉得，哇靠。哇靠！对，我就觉得回去思考了许久，然后就跟工作伙伴思考一下，然后觉得哎，还是去好了，然后就去了。谢谢你，谢谢老师，好说话，好厉害，你很特别哎。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看此时此刻第一集的时候，他在那边。大家都说，哎，朱轩真的演得好好，然后一大堆网友在下面留言，他就是演他自己啊，他就是讲话就是这样，锵锵的断断的。但是我觉得你还好做这个决定，因为你们两个本来私下就是好朋友，然后你们这一次其实有很多，譬如说，通常朋友你们没有好到那种会把对方带回去见爸妈或是见家人，对不对？有啊有啊，他见过爸妈，我也见过他爸妈，对。但我见他爸妈不是在节目上，对。是因为我去台中找他玩，然后他把你带去见他妈妈？没有没有没有，是他妈妈意外出现，就是他在他台中。了解，所以其实你们是平常会一起玩在一起的伙伴。对对对，就是要玩。了解，那其实，在第一集当中，第一集当中，其实你们彼此都有去彼此的故乡吗？比如说第一集已经到了台中，然后你在台中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事？还记得吗？然后你在宜兰做了什么事？记得。我先讲。好，谢谢你，真的很给面子。Love you， 接话很多啊，接话很多。朱轩阳开口了，我好开心，这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勋章哎。高峰。高峰，哎，不要，对，讲高峰通常就要往下，好不好？好，来，快来，多讲一些。就在吃一个阳春面店啊，那个阳春面店是我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很常去的面店是回忆，对对对，因为原本还要带他去打气弹，对，但天气不好，天气不好，所以原本还要找很多朋友一起来，然后想说可以给静华一个惊喜，对，节目组也很体谅我，就是帮我安排这么多行程，可以让静华像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哇，你会用宾至如归，你好棒哦。晚上的时候，我就带他小时候去吃一个烧肉。嘿，烧肉。因为他之前来台中的时候，我说我要带他去吃一间烧肉。哎，那家烧肉看起来超好吃。他说台中的烧肉很多，是烧肉圣地。对。但是那一次我因为那一间没有订到，所以我带他去吃另外一间，然后。工作拍节目的时候，我就刚好就跟节目组说，哎，我想带他去吃这间烧肉，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然
然后结果节目组就是也是非常的意气相挺，对，就是邀请葛老板让我们拍摄，嗯，然后就请他吃我最喜欢的吃的烧肉，嗯，但是但好吃，对啊，好吃，好可爱。但是在吃烧肉的过程，来，我们爆一点点小雷给媒体朋友可以写，好不好？吃烧肉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看到曾静华在喝酒之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他现在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一直在那边，因为他忘记他在里面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你不知道被剪出来怎么样，对不对？我有看，我有看，他们上次有拿给我看一点。对，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喝酒会这样。我大概知道，嗯，对。你那天有讲说，因为其实两位二呆哦，在整个旅程当中，一个半月他们只有20000块钱，当然可以打工赚钱。可是朱学良其实你不要看他这样锵锵哦，他是很精算，他有算出来他们一餐的伙食费其实是只有79块。所以他在吃烧肉的时候，什么1080的清酒给他点下去，什么意思？来来，你那时候有觉得没有？我那时候是。喝完酒之后，因为我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我就很放开嘛，然后我就乱行一通，变成了好客。对，我就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你们想吃什么，就是我一定要请你们吃。我就不知道你们也很辛苦，所以我就全部都点。哎，又不是你的钱。我那时候就没有管，我都没有想到钱，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开心哦，我就全点了，然后就为摄影师吃啊，为了什么？但我们在工作啊，所以不能这样子。对对对，你好棒哦！这个钱是节目组的钱，对，就不是说真的我们自己的钱可以随便乱花。哎，所以我跟你说，我原本以为这趟旅程，我打开电视的时候，我看第一集，我原本期待是觉得你应该是会比较循规蹈矩的人，他应该就是啊这样子放纵。看地方，看场合。那你什么时候会讲啊这样子？里面应该有吧，我有忘，可能摩吉帕是。摩吉帕有开了。他看到海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失控。哦，了解。但是后来到了宜兰之后，我们就先聊第一集，因为17号就要播了嘛，哈。到了宜兰之后，哎，你的那个开场白，我真的傻爆眼。如果我是他的学弟妹的话，你开场是你跟摄影大哥这样问好，大家，中午好，然后。第一集，第一集啊！哦，你跟大家问候的开场白是什么？你说吃烧肉的时候吗？没有啊，就是去宜兰，去那个管乐队的时候，去管乐队的时候，嗯，你就进来，介绍你自己，对，介绍你自己。他说他应该没印象，对对，你知道他宜兰，对，他说你们吃饱了吗？谁现在会用这种问候语，然后问一群国中生说你们？吃饱了吗？然后制作人就上点点点点点，超好笑的，这就是你很真实的样子，对不对？因为我拍节目，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主持人。到底是不是主持人？但是我不会再就是拍，我只会讲台词而已，就是我演戏的，只会讲台词。对，只会讲台词。在很多镜头在拍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要讲什么话，然后就会说，就问一下大家，因为想要填满这个空白。哦，对对对，好，所以就会出现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期的字眼。因为如果不讲话，好像我没有在工作，我就觉得我站在那边好像会，白领钱。那你上个礼拜在此时此刻，你怎么讲两次？你有觉得你有在工作吗？那天情况不一样。那今天怎么了？你觉得我比较好相处？就是今天，我觉得整个状况是蛮开心的。那你觉得我好不好相处？蛮好相处的。很好，就是要这一句。好啦，其实两位二呆哦，我必须要说，因为他们在录节目录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近快两个月，他们两个其实每天都睡在一起。那我们就来个默契大考验，考验他们经过了整个登短廊的过程之后，有没有默契变好，好不好？来，我们请上板板跟椅子，好。那麦克风我待会帮他们协助帮他们递麦克风，好哦。有几点？我自由发挥，好不好？来，第一题，写出对方无法吃下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恐怖，没有办法吃。
觉得东西，譬如说有些人不敢吃香菜啊，有些人可能不敢吃什么什么啊，有些人可能不敢吃内脏啊。完完了，曾静华，你是不是喝酒喝呛了？朱轩阳是描写耶。我先问小朱，如果他没有写对，你会走心吗？不会照顾。你们其实都很照顾彼此啊，你也很照顾啊，因为他前面我比较照顾他，后面他比较照顾我。我好，谢谢你今天给我好多 feedback。好啊，好，来翻牌，请翻牌。好。曾静华说朱轩阳没有办法吃太辣的，然后朱轩阳说曾静华没办法吃猪肝。等一下，我先来这里，他有答对吗？有，我什么都敢吃，我就唯独肝类不敢吃。肝类不敢吃，猪肝怎么了吗？肝类的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哦，就有一个可能你觉得那是腥味，所以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写的很粉。那你们这一套有吃到猪肝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吃，不敢吃猪肝？因为上次我跟他去按摩，然后按摩哪一种按摩店？就是脚底按摩，然后他就我们去吃那个粥，然后我点广东粥，他点广东粥，我点猪肝粥，然后他就把猪肝粥给我吃。哦，了解，你记得很 detail， 你是个 detail 人哎。OK， 好，那你不喜欢，你不能吃太辣吗？对，你不吃辣的。我吃辣，但不能吃太辣。好，他两位答对嘞，他很可爱，他哎，他其实每一个都是会有界限跟分际的，好不好？好，来擦掉第二题，换第二题。这一题我都知道了，我查完之后我就记，牢牢记得，请写下对方的生日。生日不难吧？你年份确定这样是对的吗？哦，没关系，我翻牌就知道对不对。来来来，请翻牌。两位都写对，但是年份对不对？你是不是比较大一岁，然后他比你小一岁，对不对？这样是对。对，两个都对。因为我其实算要九八了，只要差两岁就九八。对啊，所以现在对他年份是。了解了解，所以一个是曾静华是12月30号，然后呢，朱轩阳就像个孩子，所以他4月4号儿童节生日哦。好，谢谢两位，两位默契都很好。接着下来，我们必须要来开放电子媒体朋友来联访时间啊，我们平面媒体稍待一会儿哦。好，我们请电子媒体朋友把麦克风递上来。